昨天的茶日记记录了1993奉庆普洱散茶之茶王茶。像这些我觉得滋味好、陈气也好的好茶，我都舍不得泡一次就倒掉。在第一天冲泡品饮记录之后，我会选择第二天接着微微烹煮一下这款茶，进行再一次的品饮。这是最近重新再复看的关于云南普洱茶的一本书。我喜欢把茶用沸水微微烹煮30秒到1分钟的时间。微煮过后的茶叶与第一天冲泡过后的比较，茶汤颜色而言较浅，呈浅琥珀色。今天品饮的时候就来复习一下傍晚吧。这款茶在今天微煮之后，香气和滋味较前一天的冲泡都比较淡，可是汤感非常的顺滑，还带有一股独特的菌菇香。这就是此时此地我对此茶的品饮感受。